各位师兄大德，我是小赖，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。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，你念地藏圣号时，周围街道都沾你光，都吉祥。念地藏王菩萨的力量转化灾难。地藏经上讲，念地藏王菩萨圣号的时候，周围眷属方圆几十由旬里都能够随着你得到善报。如果地球上念的人多，地球灾难就没有了。相反的，这个地球念的人不多，灾难也特别多。我每次讲经都要提一提，我们大家度众生，没有别的力量吗？但我们还是有念地藏王菩萨的力量，或者念念佛、念念经、念观世音菩萨、念其他菩萨、念佛号都可以，这就把他们度了，转化一下。我们就用这个法布施供养，因为婆罗门女舍公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福德，让他妈妈周围的这些地狱的罪人沾光了，也跟他一起升了天。因是无间罪人，此日悉得受乐，没说他们也全部升天。但是受乐当然不是在地狱里头了。居士请老和尚开示，在家人如何在家修持。梦参老和尚，如果别的都不能够，就念地藏王菩萨就行了。如果你要能方便时候，念念地藏经。地藏经很长，一天不行，分作两天念也可以，不过地藏经念一个钟头就念完了。那你这个周围跟你这个街道都沾你的光，都吉祥，没有凶险的事。地藏王菩萨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，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是小赖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南无地藏王菩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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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南无地藏王菩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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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地藏王菩萨。